这个我当里长以来，他始终如一，人就是 还不错啦，大家嘻嘻哈哈的，人还蛮能干的啦。他触角比较广，所以他的活动很丰富啊。尽自己的力量吧，我不能做，然后我太能够做的话，让他能够去发挥他的那个他的理想。他也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，对，对，他的那个爱恨都很清楚。因为马上勤俭持家，真的是客家人，真的勤俭持家。十岁个朋友同我之间的交流，伊也非常做得非常成功，所以伊也请等一下就是阿姊。傅满是相当热心一个人，傅满他有三个小孩，但还有时间出来当志工哈，他而且还拿金牌奖，真是很不容易。有他真好。哦，好哦，小心点。今天往这边啊？没有，今天往这边啊？往这边啊，到那边。嗯，再回来啊。好啊。好了。有热情。我拢讲，底下的钱不能拿。哪边哪个？我的是张梅，我来变飘下去啊，也无下来啦。6:30，两间流动厕所很脏。我们是看说沿路有没有绳索会断裂，或者是说有垃圾一堆要清理，我们都会把它照相照起来，会传给水利局，他们就会派人来修理。还有譬如说那个。那个网球、那个篮球场的那个框架，如果有坏掉，我们也会把它传上去，它就会来，来换新的。刚开始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啊，沿途缺失非常的多。经过我们不断的反映上去呢，现在整修的非常的好了，已经找不到什么缺失了。所以我认为这个工作呢，是很有意义的工作，要靠我们全部以那个全民来共同维护这样美好的河川，对，不错哦，环境很好，好，很满意。这是我们42零的刘富满刘林长，他不但很热心来参与我们里内的各项活动，甚至于在他有空的时候都会参加一些社区的关怀，比如像到医院里面去做志工。有他真好。在我们这个里面，就是说我们天使人里面是蛮大的那个什么栋梁，可以这么说。是，我是觉得说他在讲话当中，不管是怎样，他会觉得说很自然的流露他的那种真心情啊，非常的坦率。所以就是我们会成为好姐妹也是这样子，他有什么就是不管是家里发生什么，或者是老人什么事情，他都会跟我们沟通啊。那他一定会站在老人的观点上，就是他的位置上为老人设想到。怎么啦？阿桑，你都起来，你家己站起来啊？
亲切的问候，走进屋里，刘富满熟悉的张罗一切。小小的房间，举目所及就是张奶奶的毕生所有。从照顾张奶奶卧病在床的儿子开始，到现在张奶奶四度中风，行动不便，全都靠着刘富满十年如一日的照顾。不止如此，万个场景，关怀的脚步延伸。吕先生独居的生活无依无靠，前阵子不小心又摔伤了，看着这些长辈无法自理，失去行动能力，刘富满心里充满不舍。我帮你一个来带他去医院，那你啊，帮你办理带他去医院抽血。好。啊，你脚要不要伸上来？要不要？要。啊，哎，你脚。有一点点多，记得明天早上八点到八点半之间，我要来按电铃哦。你不能，对啊，你不要吃东西哦。好，要抽血哦。那你这里面的药呢？雨婷，你之前那个糖尿病控制血糖的药呢？那个现在没有吃了。他昨天来，他没有才吃啊。到医院，我在这边照就好了。医院不用再去。好。他也是一个，很有性格的人，对，他的那个爱恨都很清楚。所以我也不是圣人呐、啊，我也会有情绪化，我这个我不做，别人去做就好，我不做。那我回来就跟他抱怨。有一些人不知惜福，我带他去做这个这种志工工作之后，你会发现到真的是一样米养百样人。有些人是不知惜福，有些人是不知道怎么去过生活，因为以前是非常非常有钱的，多的是，然后到最后是独居，甚至要接受政府的照顾。那有些人是什么？有些人是明明家里是有钱，可是呢善于专营，浪费社会资源，这种人也有，而且为数不少。所以说各种情况都看都会有。还有个案子记得吗？在老泉，在那个镇大后山那个老太太，老太太脚锯掉，那个糖尿病，一只脚锯掉的，我去帮她洗澡，一个礼拜洗两次。洗完澡之后，我会把他推，他住在山上，我把轮椅推下正大逛街。然后他因为他得淋巴癌，又糖尿病，所以时日不多。他家人跟我讲说，他要买什么，你就顺着他。那个老阿嬷就那时候他72岁而已，他很感动，他每次都跟我谢谢。他跟我讲说，你可不可以来帮我陪他晚上？我孩子弄好了，我去他家陪他，他花钱请我。我说不行。我们这个不行，我家里要顾，我把我家里顾好，啊，我白天我一个礼拜来帮你洗两次澡，我自愿的，这样就 OK 了。我只要推出去，逢人就跟我夸说这个人怎么样，哎，这就是我觉得值得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个母亲节到了，那年的母亲节，他住到万方医院，我就在带着我先生去看他，买了一束康乃馨，去看他，他哭了，在病房里他哭了。他说他活了72岁，第一次收到母亲节康乃馨，不是他的子女，而是我送给他的。他真的哭了，之后没几天就走了。对，对，这也是很感伤的。